林凯琳身材高挑，外貌清纯可人，被公认是香港最美星二代。花系列演员林伟和龚慈安的15岁千金林凯琳身材高挑，外貌清纯可人，被公认是香港最美星二代。近日首次母女档出击，在香港拍摄保健产品广告，龚慈安表示好开心。问到酬劳数字，龚慈安表示没有特别在意，但一起工作已是母女一个很好的纪念，他还只会为女儿把酬劳存起来。龚慈安并透露，二年前割除一个肠内的9公分良性肿瘤，故现在要好好保健。林凯琳首次面对镜头说，有一点点疲累，不过可以学到好多东西。是否打算之后多拍广告或者唱歌演戏？他表示有兴趣学习没试过的东西。龚慈安指女儿刚考获八级声乐，被问是否想当歌手，龚慈安带女儿回答说，这个还太早，要多读点书，女儿比较喜欢文科、音乐、艺术和画画。